我们的新郎非常贴心，邀请司机载我回去之前呢，刚刚妈妈对我说了一席话，真的觉得超感动，而且她超级真诚。你妈妈，你刚刚说什么？再说一次。我觉得你把今天的这个婚礼办得很好，就是你把那个很欢乐的那种氛围把它带出来，然后我们是那种五年级生的，我们没有参加过这样的婚宴，我觉得我们蛮高兴的，因为几乎我的亲朋好友都说办得很好，就是有很给面子就对了。有他们的小孩子，他说以后也是要参考这样子的方式。对，因为其实像这种婚礼很特别，因为通常都是一般的婚宴，没有很少开放式的。对，所以我觉得今天你带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欢乐，然后很多很多的欢笑，真的很感谢你。妈妈真的很真诚，今天听到最真诚，妈妈是发自内心，完全没有请她说什么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真的你办得很好，真的很喜欢。再次的谢谢我妈妈啦，谢谢啦，感谢，谢谢你喜欢，谢谢谢谢。